仓控给他 CPU 了。陈词打吗 ？Hello， 什么陈词？哇，你声音好好听，我去，我有超级王 Pro 三颗星 ，KD 20+，牛啊！六，这战绩是我梦寐以求战绩，你这个声音是我梦寐以求的声线。去哪里？去哪里？你瞅瞅你这句话问的，你啊，男人一家之主，这个东西不应该是听你的吗？看你这么厉害，当然要听你的了。我整不会了。对呀，以后这种话不许再问了啊！怎么感觉怪怪的？我好像被绑架了。我回来了，不愧是你啊，你选的这个地方真的好好啊。是吧，我也觉得特别好。一看你就是一个很聪明头脑清醒的一个人。刚想过来给你送枪，然后你就回来了。然后我一回来，我直接就是你给了我个惊喜。不，你跟我玩游戏已经是惊喜了。招募大厅全给陪玩，我不是。原来你不是陪玩啊，那么白夸了。去哪里找老板嘛？别找了，别当了。你瞅瞅你，一听你声音就感觉你五官清秀，应该很高，然后很健硕。我感觉你当陪玩都屈才了，真的是不是还没成年？没成年就应该好好读书，是不是？你读了书以后，你是不是能考一个好大学，找一个好的工作？找了好工作，身边是不是一大把的女人仅供你挑选，要什么有什么？好像是啊。我跟你打这一把游戏，这不是一把简单的游戏，这是一堂课啊，受益一生的课。我就是你好不啊？哎吧，你不仅这么聪明还这么善良，你这个人最主要是听劝，有背景吗？拿给你，我已经看到三次。太善良了，我要什么你给什么。你现在这个形象在我心目中一下就很伟大。真的 ，thank you。像你这样的人，在大街上一定会吸引很多别人的目光吧？没有。你看，这你对自己的一种不自信的表现。我不自信，我给你道歉，对不起。然后别人说你的话，你要勇于，就是给你提意见的时候，你要勇于的，怎么说？要去接什么？接纳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太对了！我去，人生导师。那等一下，如果铁完包，你看到有好的物资 ，MG3 啊，什么 P90 这些东西，你应该怎么办？那不行。刚刚你都已经善良了，你还缺什么？谦让，对不对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不是你想，你拿 G3 不行，是不是为了保护我？我不想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那一个道理的。如果以后你有女朋友之后，你女朋友说我想喝饮料，你说不行，我就给你矿泉水，这样的话显得你怎么样？小气了，对不对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你就是想要我的鸡蛋。不是要你G3，我这个G3我可以给你啊，我可以不打，但是你这个谦让，你是不是得谦让一下？至于他拿不拿是他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我拿了，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那啥了，对不？但是你谦让了，你最起码不小气了呀。对。哇，你这个太帅了，真的太勇敢了。勇敢完了之后要什么？要表现出你温暖的一方面。你跟我说舔包。舔包是不是要说姐姐舔包？这是礼貌啊，对不对？你叨叨了一整局就为了这俩字，你居然把我想象成那是在叨叨。想信你就扣一。我在叫你啊，拜托。想信你就扣一，真的会谢。姐姐，处没处过女朋友啊？那你之前谈的女朋友你都叫他们叫什么啊？行，还给这挖坑了是吧？想听扣一。宝宝就没有别的啦？有的时候会叫老婆。叫什么啊？老婆。